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角的 Carmen。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半山干德道回豪角 Vincent Park， 它位于名下 The Morgan 的对面。单位的特色除了装修出自名设计师之外，它还拥有一个特别大的特色私人天台，在这个天台可以容纳50人开私人派对。回豪角整栋大厦的设计高耸入云，最高可以去到44楼，所以说它的私隐度是非常之高。如果你身处在单位里面，又或者在天台上面，你会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。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快点带大家去感受一下。现在我们身处于半山干德道一个极高的天台上面，这个背山面海的巨型天台拥有270度环回维港海景，这个是一个望穿中环 IFC 的烟花海景。而天台的另一边就背靠太平山，哇，看看这个山景几咁壮观。试幻想一下，如果每日的黄昏可以拿着一杯红酒欣赏这个醉人的日落，人生真是几惬意。单位由名设计师设计，有无缝特色墙、隔音墙身、无缝门身设计、全竹子无缝地板，亦都有很多隐藏式的收纳储物空间，可以增添整间屋的空间感。厨房设计时尚实用，有斯文煎焗炉。入场橱柜亦都有很多储物空间，喜欢下厨的你可以一边望住个海，一边煮下嘢食，睇下几有 feel。设计师将两间睡房改为一间书房连主人套房，运用一排度身订造的衣柜来做间隔，设计型格鲜明有个性。另外单位有两个洗手间，所以客人和主人是不需要共用洗手间的，这样就可以提高私隐度。洗手间外面远眺 IFC 的中环海景，回豪角位于干德道扶手电梯旁边，出入中环极为方便，亦都可以从罗便臣道出入，买日常用品也极为方便。大厦设施有游泳池、健身室、户外游乐设施。如果对这个单位有兴趣，可以找我，我是李家角的 Carmen， 下次见。